教练那边多打一点，要不想输了哈。围棋发，站过去一点。你有得分很强哎。当作是在练球。你不要发这个，你不发这个就好。他拿好了再发，站这边发也没关系，站这边发也没关系。你不要拿好了再发，不要失误。他等下都发这个，拿好了再发，他往两边发，好不好？好，加油，哥加油。你发完，他发完就浪费。
不好？要去救他啊！哦，整个脚都黏住了，好不好？他这个发力，他会接着发下去，好不好？去，很棒哦，很棒。教练，哦，棒哦，很棒哦，哇，赢了嘞哈，哇塞，第一棒，哇，这个不会，可以啦，嗯，啊，不会头哭了。
开心最重要，懂吗？你开心，你输一点，你输的时候，可是你心情还是很开心，你就会打得好，知不知道？